我只是扯了他的脸一下这样。哦。他要多少啊？2万。哇、哦，好多！他血一开始有7万。有人盯喽。嗯。你走了。找喽，要撞哪面墙啊？给你挑，好像都有点远，这里应该可以吧？这面墙应该可以。太慢了，怎么来不及？来不及让他冲出去。呀，好，没有补偿光板。
要不要过来？我在这里，我在这里，耶！他自己去撞。嗯，因为我在那边等他。三千，撞头死。哇哦，两个古龙的大宝玉，古龙大宝玉，睡了晚安。晚安。滚边装备。哎呦，看来做得出来喽。是啊、哦。夜望的东西。没有黑狼鸟，你知道力战还是普通？你知道客制化还是做装备？做装备，我有啊。做装备，来爬看看。对啊，他说套装装备时获得耐震三五耳塞五，风压完全无效。哦，穿衣装的时候。哦，是。哦。
我问一下，那个轰吼铠甲是黑轰龙。Again 啊，所以这件是穿衣装才有效、哦，瘴气要五等才能找到它。哦。你知道普通黑狼鸟哦？它是黑狼鸟护腿啊，应该是吧？确认哦，应该是啦，打错一下就算啦，算了吗？材料就在那边。你要什么效果啊？什么东西？你黑狼鸟要什么效果的？我只现在只是看别人配装而已。精英黑狼鸟护腿吗？对啊，它是三个洞的、啊。三个洞，那就普通的啊。普通黑狼鸟就可以。你就遇到黑狼鸟了、哦？我打完了，黑狼鸟打完了。这一套是要穿衣装才有效果，这样我是不是要看什么衣装时间比较长？嗯，然后穿着耐什么耐什么衣装哎，再使用120秒，免疫衣装120秒，这是不是准备会比较好啊？效果。这个在几号啊？11吧，不知道，很久没打了。滑空衣装效果时间是180秒，再使用时间是120秒，所以我要搭配一个120秒的给他。免疫衣装，耐热衣装，哦。刺客衣装，耐寒衣装，耐雷衣装，180秒再使用。新衣装，怕什么？对你，他怕什么？该不会又是冰了吗？黑狼鸟怕水，水的虫子我还没做。
古代森林它会在哪里啊？找一下吧。六包，六包，我旁边没有人。哦，他都在飞，他飞得很快，好像往十一号营地来喽。对，他在十一号营地降落了。好，我来了。哎、欸，不对，又跑掉了。在底下吗？跑去毒妖鸟那。毒妖鸟。然后飞错了。看到他了，掉落物吗？有掉落物吗？有掉落物吗？再打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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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掉了，掉了，掉了。啊、哦，我打了一个。我不是捕王。好。他感觉好糟鸟吗？的动作。他叫做怪鸟的进化型。哦。怪鸟是这一目前代数没有的，应该说世界里面没有的。嗯，杨酷酷老师。看两个人甩棍子，哎、欸，又在这乱，会不会打架吗？还不会，不知道，看起来是没有争夺地盘的、啊。干，等一下，啊，三只哦。要啦，就到中间区域了。哦，看到你有一大堆 buff 在跑了，耳塞、防御、那一阵，我只要穿衣装就 buff 都是出来、啊嗯，所以我挑了两件没有很有用的装，但是它时间很长的衣装，啊。
那这一只是什么种啊？飞龙啊，鸟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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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种。它尾巴不是回血啊，可恶！哦，痛！哇！他撞下来，他头还会插住哎。对啊。嗯。那地动心灵都还没用哦。买了哦，哇，哦，又死两次，喷完之后，然后我在僵直的时候，他就飞过来了，嗯，帅气的啄，好吧，厕所，嗯。先休息好了，嗯，再打不打了，好吧，嗯，好，晚安，有点小累。杰克休息了。嗯，你要打什么？练个冲招，打个啊，那个叫什么？那个叫什么？毒妖鸟。
好。虫子还没练满。我要什么剧毒袋子？对啊。打个一场也差不多要休息了。好，没有问题。哦，你们那边收团了，好，我们这边也快收团了，那就过去隔壁。嗯，你要去隔壁？对啊，应该你也要休息了。就这一场结束啊？对啊。没问题，帮你能破坏就破坏。哇，你的猫也太恐怖了，把我吓到。它是一只骷髅猫。嗯，霹雳骷髅猫。对。野猫在敲锣打鼓。对啊。
巴断了。可以抓了，好，抓抓抓抓，好了，差不多了，感谢。谢啦，先休息啦。好，拜拜，拜拜，我回来啦。哦，刚好你来播的位置。你想干什么？想他、啊？我要睡啦。你要睡了？不用出了啦。我要准备回去了。我要回去。好，我要准备回去了。走吧，一起走吧。好，那我顺便去接。而且我明天应该会蛮晚回来的，嗯，要去台东，要去市区稽查，要去稽查叶子。哇，稽核哦，我要去稽核他们。哇，而且明天要跟长官去，不能，没关系啊，明天跟他好好说话。8点到10点是跟他们玩蛮快。啊，所以哦，那我也来得及回来找你。我下礼拜超忙啊，因为最近肺炎的关系。嗯，你肺炎啊、喔？下礼拜一三五，我下礼拜一三五都要去稽查，都是要出差稽查的那一种。平常是乡内的、啊，遇到大事情要一直往外跑。电道具，更换装备。你们在打啥？啊？我在打我的最后一个每日，打完我就要下来。啊，其他人嘞？啊，我的还没。巨魔。杰超在陪我打。你可以陪我打终结镜。可以啊，啊对，我龙之镜还没打、欸，来来来来来，啊，等一下我蒸汽机一下，嗯，哇，又给我烧，哇，我放陷阱好了。那没有笨猫矿那个啊？嗯，任何龙结晶都可以、欸。是啊。对啊。嗯，打下位的。没有吧？要 master 级的吧？是吗？我以为你是任何怪，我来了。他上面有写 master 级的吗？没有啊。哦，那就是下位的、啊。生气了。我去麻痹先。啊，你们打的有大小金啊？哪一个？你们现在打的啊？应该有。不知道啊、欸，我没有装啊。问杰超，我也不知道。哦，他也没装。晕了晕了。对哦。这感觉不大、啊，应该是没有。对啊。啊，无耻！两个拿侧甲的。这样打不就快？想早点睡觉。要不是他肉质太硬，我就拿散弹打。对。妈的！冻结晶。
挫裂灌土龙本魔物。阿江江，你要打啥、啊？灌土龙啊？结晶可以吧？啊？哎、我想一下，我好像打死了。好像有，我看一下。没有看到他的骷髅。我有看到，我看到的时候他已经被炸，在空中炸死。我等下去打猎人们永远的梦想三。三。对，那个我也很打。还要再打一张哎。对啊，你要做那个打那个喷气。喷射大剑，刚刚就是在乱看，刚好看到还需要再一张。我连那个黑鹰都还没做。黑鹰啊。我有做啊，他就是每次都一张一张拿，没办法做啊。啊？上次不是打满了吗？他没有啊。我每一场都一张啊。啊，上次打了一场还两场就没打了。我要打钢龙。好啊。我有钢龙。可是我没有。哇，两颗母鸡，很小的。然后送我大概六个夜袋。刚降治愈，抢走了拔刀夹，打一般的就好。嗯，哎、欸，这只有大鱼。你怕啥？没更新欸，所以你怕嘞？钢龙怕嘞，跟一斤，一斤两三银。钢龙怕嘞。场活动，我操！跟变真菌，原本想说，原本刚打完巨魔出来，啊，想要活动没结，就算了，就看一下是天之龙的票第四，就受不了了，不行，这个不能让。他要去采草了，我接了，对，采草一场就可以了。